等一下，我来，你们俩好，他是萧寒，然后现实中是言承旭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若涵，然后在校花里是沈何冉。嗯，今天两位老师来我们微博直播接受特别任务挑战啦。在校花里是沈何冉。嗯，今天两位老师来我们微博直播接受特别任务挑战啦。发博吧。直播间的网友们也可以到微博电视剧账号守候哦，看看谁能抢到沙发呢？沙发，沙发第一排。你知道沙发是什么意思吗？家具吗？家具。沙发。沙发就是占坑。哦。就是第一个评论，第二个评论，第一个沙发，第二个沙发，第三个沙发。对，踩一踩。你想说这个？目前还好。看看我们两位老师有发出什么样的博文呢？